两个八爪鱼来抱他啊。等一等啊啊，又来辣椒面，老铁怎么给你上机啊？老公这样太狠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少一点吧。还有啊，我的天哪，老铁们吃完这个好了好了，来啊，盘他。嗯，太辣了，这看看这个有没有沫啊。嗯，而且给我两个双击啊，来。少辣，少来一点，哎，嗓子拉毛了。这不是亲生的啊，哇，太大了。我儿子吃到一个大饼，不是，这盖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三级头。嗯，没有黄。嗯，太辣了。哎，老铁一个小红心啊，我也是拼了，给就给一个吧。老铁们，给他一个小红心吧，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。一口吞俩，特特价来个双击。嗯，一个有沫，一个没沫。今天来两个滚烫的红油吧啊，上红油。哦 ，OK， 好，哇塞，太烫，烫的我手指都生疼了，来抱一个大的啊，如果有墨一定要记得给一个双击啊，嗯，哇，这个居然没有墨，尴尬了啊，再来这个。哇哇，这没熟吗？哎呦妈妈，头没熟，然后我给大家抱一个腿啊，那个腿吧，没煮到好喝，太大了，这一个一斤半。特别有弹性。嗯，哎，我马上走了。我的天！
这个墨也太多了。现在八爪鱼必须得火辣吃，而且超辣版，因为我知道不吃辣你们绝对不会给我双击的。还有墨。